线170，请输入密码。笑笑，笑笑，孩子没了吗？笑笑。有消息吗？没有消息。你这边呢？没有。我怀疑有人故意让我们找不到孩子，故意这么做的。你怀疑什么？我怀疑是何雨琪干的。何雨琪？何雨琪！人呢？能去哪儿呀？变成这样啊！你们都看好了，现在我手上有两张照片，这一张是我儿子笑笑的照片，这个人叫何雨琪，就是他偷了我的儿子。今天下午你们所有的人要跑断所有的杂志社以及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，买断所有的广告时间。凡是有消息的必有重谢，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支票，不管多少钱你们随便填，去吧，你们现在就去吧。刘火，马丫丫的孩子现在在我这儿，你如果报警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。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就是你马上跟我结婚，我就会把孩子送回去。哎呀，来了，刘火，我知道孩子在哪了，是吧？我知道孩子在哪，在哪？被何雨琪带走了。何雨琪，他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啊？他会不会伤害他呀？他在哪？你带我去找他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不知道他在哪，但他主要是想逼我跟他结婚，所以他不会伤害孩子的。你们别担心，我现在去找他，一定把孩子带回来。笑笑的哭声了，这笑笑也不在家，哪来的哭声了？你听错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听见笑笑的哭声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找何雨琪，我要问他为什么要私自把孩子抱走。
是报纸上说偷孩子那个女人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快报警，快报警！是。喂，是110吗？我这边有情况要汇报，我看到报纸上通缉那个女人了。何以琪在逃逸时出了车祸，昏迷前提供了孩子的线索，现在在中心医院抢救。哎呀，那谢谢你们啊！不客气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好，慢走啊！哎呀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哎呀，来，宝宝干什么？刘火，夏夏找到了。那个火，何以琪。他出事了。喂，丫丫。喂，向辉啊，孩子找到了，你放心吧。找到了，向向没事吧？没有，放心吧。那我现在过来看他一下啊。不用，你不用过来了，你都累了一天了。对了，那个何雨琪他出车祸了，正在医院抢救呢，我一会儿就过去看看他。哎，什么事回头再说啊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嗯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快去吧。在跟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。刘火，求你了，求你别打了。刘火，刘火，彤彤已经答应签字了，你千万不要把事情搞砸了好吗？他答应签字你就跟他上床啊？你是我女朋友啊。刘火，你千万别冲动，算我求你了好不好？对你说好吗？你走开。你就能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呀？真想不到交我了七年的女朋友是你这种人。
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。走啊！刘火，我知道错了，好不好？你原谅我行不行？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错了。走，走！火，从开始到现在，不管我做过什么，我爱你的心从没变过。你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我伤害了很多人，我自诅你不可活了。就算老天爷放过我，法律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很想对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，离开这个世界，也许是我最好的归宿。你一定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呢？